还好没有两只手都贴指甲，不然真的很不适应。我刚刚化妆的时候，就这个手指甲太长了，我都不会化妆了。东西都捏不住。对呀。就觉得我穿的怎么这么怪呢？整个老奸巨猾的感觉。这种贴上去的，它只能维持一个星期，但是比做美甲要省时间。我这一只手才花了半个小时。而且如果说是贴甲片的话，贴上去，对指甲也没有什么伤害。泡泡水它就掉了。为什么前段时间一直没有贴美甲呢？因为游泳嘛，要泡水，我怕游着游着一上岸，指甲全没了。最近天冷了，不去了。然后就把这个美甲安排上了。全来嘛。那是倒播的。最近被就是某音莫名其妙给我绑定了一个工会，给搞得很烦。我又没有签过别的公司，然后突然就显示绑定了一个公司，申请绑定呢，到时候还要再等几天平台介入，然后那边那边的 MCN 机构提交证据，好麻烦啊！我在想，他们会不会，会不会传一张假的合同啊？就是上面不是我签的，但是是我的名字啊。要是真这样搞，那就更麻烦一点了，好烦呐！什么都没做，突然一口大锅给我扣上了。不是我们这个工会，不是的，工会还跑来问我呢，说你怎么偷偷签别人的工会？你怎么偷偷签了一个 MCN 机构啊？你不知道咱们小象也是有的吗？还以为我悄咪咪的违约呢，我好冤，我真的是个冤大头、大冤种，真的倒霉遇到这种事情。你来看我当然行啊。
PDD 是大股东吧。是吗？今天的衣服也好看吗？什么作曲？为什么？看了我的助眠，反而睡不着了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是不是姿势不对？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二代直播？为什么跪着看直播？突然想到了这个陈年老梗。谢谢愚公的钻粉卡，感谢，谢谢愚公。耶？我还要发一个语吧，大家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今天周几啊？周三，就周四吧。当当当！哎，谁呀？啊，先过来，把他，啊，先过来，开始把他。十一点助眠哟。哎，我这个封面真的看起来不错哎。好久没有这么好看的封面了。就是明天呢深夜故事会，我现在发个语吧，就是把我的邮箱告诉大家，大家可以在生活中所见的趣事，还有感情方面的邮箱发我。十点吧，明天十点。明天是几号啊？9月1号。9月1号。好。怎么选不了图片了呀？奇怪。
那就随便拍一张吧，选不了照片了，开了权限的呀。这么随便发一下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不是很粉。谢谢神明哟，感谢雨辰。给稿费吗？哈哈哈！怎么稿费？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我又不是靠这个盈利，就大家分享一些趣事呀，或者生活中遇到的疑难杂症，是吧？这天气你说它冷吧，它确实挺冷的，为什么开直播就热了？好奇怪。还是直播号，你问我的直播号干什么？你是要举报我吗？已经在直播间了，为什么还要问直播号？点一下关注就不迷路了，要什么直播号？问这么详细，你是不是想去举报我？某鱼50923555这个直播间存在一定的问题啊。今天双倍亲密哟，宝宝们，今天双倍亲密哟。还能这样吗？哇，谢谢谢谢无咎的咕咕咕咕，哦，谢皮皮的钻粉飞机，我才看到，谢皮皮。这夹长了真的好不方便呐、啊！要么勾到我的头发，要么勾到我的衣服，咔咔咔！虽然很别扭，但是真的好好看呐、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没有做美甲的手就是这样。猪蹄做了美甲的手，芊芊玉手没有做美甲的，做了美甲的。谢谢无咎，谢谢无咎的孤打公主。这个特效叫做 disco， 让你 disco。啊，你是我的女粉吗？烘多妮，
本当に。老奸巨猾，这种非常宽松的衬衣，千万不要，就是很普通的穿，一定要这样老奸巨猾，老奸巨猾，这样穿才有味道。谢谢，感谢打野哟，谢皮皮的飞机。阿星过了呀，下播的时候阿星就差几张班卡，然后白天只要有一个人续费钻粉的话就过了。这怎么不是流量密码了？那就是这样单间吗？一边的间。但是这样穿感觉很显平吧。今天是家居风的。居家风的。超级款，给我的女粉，刚刚我看到有人说是我的女粉了，给我的女粉斩，不行，看着挺宽大的，怎么两条腿都放不进去呀？可能这根腿还是有点粗吧。贤妻良母风，我这脖子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红啊？就是发红。我的皮肤可能是有一点疤痕体质，就是碰一下就会青一块。我的胳膊啊腿上啊动不动就会青一块，尤其是我记得前两天撞了一下椅子，就也不是使劲撞，就是过去的时候碰了一下，就是碰了一下，很离谱，直接起了一个包。很快啊，很快，不到两分钟起了一个包，然后还青了一块，起了好大一个包。就周一的时候休息那一天。现在好像下去了。超管，他来了还是没来呀？不要吓我，来了我好欢迎一下是吧？也不是说很久吧，一般七天内就会消散掉了。没有就好。是吗？就是最近的这个扬帆活动，哎呀我没有米了，等我下一个月有米了就开扬帆这个活动，相当于就抽奖嘛。上面说
要大于等于500鱼翅。就是这个等我下个月发工资了。起航一波。谢谢梦想，感谢法野，欢迎兔兔哟。兄弟们，今天整个什么人设？昨天是温柔大姐姐，是吧？今天是慵懒小女友。福星呢，就在右下角有一个方块，划一下。贤妻良母，这穿的像是贤妻良母吗？你们对贤妻良母有一点错误的认知，过两天给大家整一个贤妻良母。既然是贤妻良母了，那不得穿一个小围裙，是吧？穿个小围裙啊，小围裙安排上，然后手里端着一些食物。来，宝宝，刚出炉的草莓蛋糕，尝一尝。太瘦了，不好看。这种话多说一点，我爱听。这个小骚猪他是什么情况啊？他是什么情况？实时截图啊。但凡网速慢一点都没他那么快。是呀，歌曲啊，这首歌吗？爱要怎么说出口？听过吗？我吗？没有了。十一点过后听，怕睡不着啊。我看到日推里有一首歌是什么《星汉灿烂》影视剧主题曲，
然后我刚刚就去搜星光灿烂猪八戒，哈，我没有搜到，没有搜到任何一首歌。就小时候看的一些影视剧里面的歌，真的很有感觉哎。什么无赖？好春光不如梦一场。哦，是春光灿烂吗？这么尴尬。剑三的歌，每个月都会听。我现在不看了，现在不看了，现在就只看动漫。我看的电视剧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了。一吻天花是轩辕剑里面的。哈哈，星汉灿烂哦。对，好像是这个名字。最近很火的一首歌，最近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啊，什么小兰花，不看。你们可能就是理解不了我们二次元女孩子。对三次元的这种帅哥是无感的。就是看到别人夸这种三次元的男人，哎，怎么怎么帅，怎么怎么妖孽啊，什么和小说啊动漫啊什么都很还原我们这种二次元女孩子，表示那不是一个维度，那可以说是毫不相干。哪个团长？暴露年龄了，对啊，00后肯定都看过。怎么就暴露年龄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就是二次元老婆，你可能觉得他比较花钱，实际上二次元老婆才是真正的省钱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三次元的女孩子现充满，就是她会讲究一些品牌，我们二次元女孩子就不在乎。就是你觉得那种很华丽的小罗裙，实际上也就几百块，但是你随便逛一个小万达，你随便进一家店啊，买一件小背心小吊带，那就要好几百，一条裤子就要1000加，是吧？所以二次元老婆真的很省钱。为什么会觉得二次元老婆才花钱呢？如果说是那种二次元老婆，那我就没话说了。比如说雷姆啊，麻衣学姐呀，吧，每次出各种手办就疯狂买，老婆又多，什么都想要。
哇，谢谢江江，谢梦想，谢绵羊，谢江江的滑翔机，谢谢，好久不见呀。自从上个这个月很久之前加了我的微信之后呢，就没有来过了。哎，我发现真的就很多人加上我的微信之后就再也没有来过了，就是给我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哎，这个女孩子看着感觉可以，支持他一下吧，顺便加个微。好，小手一抖，微信到手。加了微信之后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。突然觉得破灭了。表面上看起来很精致的女主播，她的朋友圈天天就是在家各种自拍，要么就是猫，就没有出去玩一些好看的全身照或者别的有趣的动态，无聊。甚至有些人怀疑我这个微信呢是一个工作号。我偶尔休息的时候会出门，也就方圆不出3公里这个门，不出2公里吧。太想，您不是有俩微信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有一个微信啊。你在胡说什么？就是因为前两天你给我发消息，我没有回你，你在朋友圈诽谤我是不是？我只有一个微信，可恶啊，可恶！我真的只有一个，没有弄什么。11点，还有18分钟。不是100万，是100多呢。确实收到过很多反馈，说啊，丹丹，这个直播的时候好像还能聊两句，但是私下的时候就感觉没什么话跟我说，聊不下去。
聊不下去。为什么不回消息？听一听这首歌。啊，这首歌听过，好像有听过。吸粉。怎么说呢，我有点阴影。我为什么不喜欢主动找人聊天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，你知道吧，就可能有些男生他就是有一点私心在作祟，他有女朋友了他也不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想着这个好大哥是吧，最近也挺支持我的，找他聊一下，发个消息。因为我这个人时差就是比较乱嘛，就很晚了，发了一句在吗哥哥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说就是我身体有点不太舒服，就是那种撒娇的，我想找一个话题聊，好吧，直接说在吗有点尴尬是不是，我说哎呀我不舒服，肯定会关心我吧，结果他女朋友来一句你谁呀，你这么晚了给别人的男朋友发消息，这样真的好吗？我当时就直接僵了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们知道吗，就有些男生他有女朋友他真的会赢吗？他好歹在朋友圈公开一下啊，那谁知道啊。是呀，我就很尴尬啊，所以我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，我就很少很少主动找人聊天了，真的太尬了。我当时连忙说啊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的对不起。真的是很尴尬，真的是很尴尬。什么没有必要天天说？说什么？天天说什么？这个事情我是第一次说，因为我觉得挺丢人的。我以前没有说过，没有说出来过，大家只是知道我不爱聊天，不爱主动。是因为我忙，还不是怕打扰了你和你的女朋友温馨的时刻。我不想因为我哥哥你和他闹别扭，看我多贴心，多善解人意。真的是太懂事了呢，所以说加了我微信，我没有找你聊天，但纯粹是因为我足够懂事，所有东西我都是往自己身上扛，并不是说我高冷，我不找你聊天。是吗？交几个这么这么说，大家没有人反驳的话，那确实坐实了。果然男人都是花心的嘛。想飞过来了，
这长袖衣服这种天穿还是有点热，太热了，太热了吧，太热了。谢谢星河。哦，感谢星河的飞机。好像企鹅。我在想我要不要换一件衣服去啊。别这么夸我，我要膨胀了。谢星河哥哥的飞机。你们说要不要，就是要不要换一件？头上怎么搞的？头上怎么翘了个包啊？哎呀，凌乱美，凌乱美，降什么的就降什么的，不换是吧？那行吧，那我就忍着吧。哎，进错软件了吗？什么意思？不重不重，可能是我的头发比较多。不穿不穿。容易被扣分。是我们这边晚上也很凉快，就是穿短袖短裤的话感觉都有一点冷了，但是因为直播嘛，在这个小房间里闷着，所以说还是有一点热。再来一遍小飞棍。小飞棍来了，粉丝见面会，我什么身份，我什么地位，弟弟的弟，我什么地位，我开粉丝见面会，我没有搞错，会有人来吗？到时候吃巨资租一个摊位啊，然后结果谬言啊，就旁边摊位的工作人员跑过来问我，哎，你们你这边咋没人呐？我们那边排满了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看你这空着也是空着，不然你低价限时租给我，我分流一点，让他们来这边签售。反正你这边也没人是吧？我们那边人太多了，满了，都快排到大门口了。这个位置借我们用一下，不然有安全隐患了。
今天双倍亲密哦，开通增粉四倍亲密，蹭一蹭蹭一蹭。我是哪里人？不告诉你。还差一些，还差一些。粉丝团还差一些，看到了没？哦，不是粉团，这是钻粉。钻粉还差六个钻粉飞机或者两个钻粉摩天轮啊，什么都行，只要是钻粉用户送的，就可以获得250行动点，就到1000了，就到1000就可以，再闯一关，最终的大 boss。可能会出好东西。钻粉联赛现在就是最后一关了，我们看看双倍亲密的加持下能不能把这个任务给过了。我算一下，应该也就差三个钻粉吧，三个钻粉。秋雅秋雅，今天钻粉丝四倍亲密，直接升到十级粉丝牌，又可以加入独家助眠群。嗯，对，安飞人，谢谢无奈，这个刘海昨天剪的太短了，好傻呀。还有四分钟，还有四分钟。有什么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有助眠音，唐诗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躺着？很容易被踩到。啊，我懂了，你是为了碰瓷，踩你一脚，赔你800，一人一脚。十分钟就赚个8000，一天下来发家致富，月入百万，日入百万，说错了。为什么这么多人问我是哪里人呢？不是人，我就不。哎，我就和别的主播不一样。哎，有些人标题恨不得就写着哪里人、多大、性别都标的清清楚楚。哎，我就不说，我不告诉你。哼，他们就不懂。要有神秘感，勾起人的好奇心，才会更想深入的了解你。斗鱼有啊，你点我的头像就能看到。好奇我的性别，不可以说的，保密。性别是很重要的，不可以说。对于性别的隐瞒，就像是拆盲盒，
会，我不会说话。有多少种性别？嗯，我听说呀，听说好像还有那种极少见的性别，双性。还有什么？嗯，不能说。哦，助眠了。来喽，小助眠来喽。嗯，小呆呆来喽。戴上耳机，瞌睡虫来喽！